后来我还骂那些说什么啊憋坏了想要出去玩的网友，我得到了1450个赞。恭喜您，由于您先前在 Facebook 上发表支持绿营执政党的多项言论，您已通过审核。好安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好像时间突然静止了一样。突然跟我说，他想喝蒸奶跟吃甜食，而且是很甜很甜的那种。我不喜欢分开从小到大，我是不喜欢，这就是原因。没有人尊重过我的感受，我会越来越好。在这面墙之外，透过镜头，我想捕捉的真实都不再真实。